Hello， 我是神奇宝贝大师查米，要成为梨王的梨仔。还有这个是龙眼。那今天呢，梨子很特别，因为他在这边就是已经修炼了一段时间，好像两三个礼拜有。对，碧潭的这边好山好水，这水下面藏着呆呆呆啊，呆呆呆呆，我怕他会认为呆国国呆不是？非常刺激好玩哦。OK， 那就让我们来 Let's go。今天是要来当鲤鱼王的，对。那我们第一步先获饵，获饵。啊，这个是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有一个碧潭老司机。嗯，你要闻一下吗？它蛮香的，其实。靠，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像跟鸟饲料一样啊。就是它的这边的鱼，就是要用这边的水，就对，因为他们都习惯喝这边的水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那你要另外带瓶水来装吗？太麻烦了。这个现在这个好像七分的感觉，就是七分的湿度，对啊，没有，还要再湿一点啊。我只先，因为你装湿的不能拉变干，干的可以再湿啊。哦，干的可以再湿啊。OK， 对，我觉得这有点有种感觉，要被在黄标的边缘试探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替观众体验一下，多一份而已啊，才八分而已啊，没有到很深，没有到很湿。就反正就先拉一拉，然后拉的话还要让它醒一下，就是你知道面团就是在你在做蛋糕做饼干前要让它醒面，这饵也是一样，你和好后让它摆静置一段时间这样子，因为红酒，哎对，差不多，醒一下，好，这样先可以先摆着。像这个粉的话，它丢下去，它是散掉，慢慢散掉。对，它会下去，它会这样慢慢散开，这样。对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煮干。然后今天使用上长标。小呆，目标鱼出现了。小鲤鱼，你看他那个，你看他，哦，这里来这边还是要穿防滑鞋，为什么有点狼狈？好了，这么小只，你要养什么啦？来，我们的小呆呆，就这么小只，可爱啊！我的嘴巴好开哦，对，二十五，二十四，小鱼，爸，好，小智，我们就放回去。对哦，哦，刚那个很大，哦，这只比较肥哎，哦，这只不错，这只不错，第一只带，小鱼，31，31.5，快32，你要扣它吗？要，那它玩法不错，玩法。我们来看小呆呆，26公分，26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
真的很粗哎，这只，哇，41，哇，我感觉热血，哇，你看我的手，没人想看你的手，走吧，哇，可以可以，可爱的鲤鱼，好啦好啦，我们把它回去吧，喝点泪，哇，鲤鱼。鲤鱼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又不能叫鲤鱼王，要叫你暴鲤龙，进化进化了，没错没错，今天跳很蛮多，而且我发现今天最后面那只呆比较大，有突破你之前的纪录吗？哎、欸，那只呆很可怕，我看超可怕，你知道我刚一路想要把杆子丢下去的时候，不行，我觉得会断，还想要把杆子丢下去，还好有撑住，厉害。各位如果假日的时候有来碧潭这边的话，可以帮我带个饮料，带个食物，记得碧潭桥这边。可以来送食物给我、哦。OK， 哎呦，大佬，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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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